向前冲。Yeah. 好，就是最近就是在台湾电视史上出现了很多新的单元，嗯，那也出现很多新的名词，嗯，然后觉得像什么叫做化妆，什么叫做乔装，化妆跟乔装中间的定义差别在哪里？请解释。通常男生都是只是化妆，但是现在女生已经开始要厘清她是化妆还是乔装了，怎么分辨呢？差别在哪里？就是你化妆跟所谓的化妆，就是你化妆前跟化妆后，你是认得出来是同一个人。同一个人。对。那如果说卸了妆之后，嗯，是完全是 another thing。嗯，哇，我们认为那叫乔装，那叫做那个变脸。对，分手。对对，整形。那请问金杰，你是化妆还是乔装呢？我就是小化妆而已，哦，知道的。小遮，小遮。真的好，在 number one， 先给你看一下。嗯，到底他是化妆还是乔装呢？哦，我先看一下照片。哦耶！你看，哎呦，哇哦，这个 OK 啊 ，Nice！ 哎，我真的很漂亮，这个女人很漂亮哎，这个算高分了。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她是谁耶，要90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们尽量要等一下，欢迎出场的时候是她素颜的时候，你们要想象她素颜的样子。现在先给几分？现在有化妆，我给90分了。90，有90分。马里奥，我大概83、85。哇，你标准这么高，啊，你是谁呀，啊？你是 Who are you？ 你把眼镜拿下，看看你自己。对不起，你怎么给人家？反正我们23而已，反正我们也吃不到。吃不到的东西就不要去买。Kevin， 你给他几分？我给他91、92。他很漂亮啊，很漂亮，啊，脸型什么都漂亮啊。先欢迎一号出场。刺激。金姐好，我来过第二次麻辣了。第二次哦，对，上次我跟安娜一起来的。奇怪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子遮脸的。我跟你说，他刚刚这样帮我遮，我觉得我好像抢银行哦，就是有一种丝袜套头的感觉。这样有一种朦胧美。你们干脆丝袜套头算了。对，漂亮。丝袜套头。先讲讲看，你有没有什么样？觉得讲你有出唱片呢，还是你是名模呢，还是什么？有，我们上次有来麻辣宣传，我们有一个团体叫 Zero Plus， 然后有出过两张单曲。Zero， 两张 EP 了，两张 Zero Plus。Zero Plus， 还有写真集，以前有少廷的那个团体，对对对，他们后来把少廷踢出去了，是上次那一集，哦，有把少廷踢掉的那一集，专门在挑拨离间。那我知道你是谁啊，你很漂亮啊，叫严凯，严凯好。那你对你的素颜，可是我这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今天生理期来有一点痘子。你自己凭良心讲哦，就是说你现在你素颜吗？对啊。然后你看你前面的一张照片，你觉得你的落差大不大？你等一下就要拿下你的面纱了，你觉得落差大？我跟你说，我一直不觉得我落差大，但是啊，我以前交过男朋友都警告我不要不化妆出门，知道吗？真的真的，我自己都不觉得。把你这边稍微先好好，那你刚才后台有看到别人很可怕的吗？嗯，我就有点惊喜，而且我们现在我们的节目是不见得就是把什么最惊讶的放最后一号，不见得，不一定的，对呀，啊，做节目呢，然后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号就要。一号出来就要，有时候第一个就跌破你们大家眼镜。对呀，严凯，我压力好大哦，我要裸体了，我。二，我借我偷看一下好不好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水天啊，你的脸那个有修像，我看一下，我看刚刚那个照片有修。你不是本人？哎呦我的妈！乔金姐吓成这样，就知道严凯的落差有多大。动人双眼，卸妆后变得无神，五官都不立体呢。那个照片有修过，是不是？你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脸变得好多哦。对啊，没有那么立体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脸不就没有？你怎么脸突然变韩国人了？侧面，对，你脸比较里面呢，比较进去哎。对，因为我戴过牙套，所以脸比较平一点。你是说这两边？没有，但是跟那张照片不像啊，不是同一个人啊。对啊，怎么拍这么好看？天哪，那个有修太多了，不是那个有修，怎么拍这么好看？金姐那个一定有修，相片一定有修的。给几分？两边讲，你给镜头看一下。素颜勉强65，差20几分，65。但是我觉得你的皮肤还不错啦，就是这个地方啦。对啊，有生理起来就有一点。对啊，这里有一点点痘子这样子，一点点黑眼圈这样。对啊，马里奥嘞，马里奥你原本几分？我原本82、85，比较瘦吧，83分嘛，差不多。啊，你现在几分？68。我们刚刚看的照片了，比较丰满一点，对，而且皮肤比较光滑一些。需要化妆的。对，你现在的脸是完全是看正面，没有
没有任何立体感，有没有？就是那个包子有没有快熟的？就快熟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去戳它一下，突然就这样，熟了，没有再出来，然后就到这里这样子。就摸了。所以严凯，严凯，你平常化妆你会画鼻影是不是？不会耶，不会耶。我其实眼妆画，你可以画到刚刚那个样子吗？可以接近，因为其实我眼妆画就是轮廓变比较深，鼻子就不用特别画，就是相对比较出来。集中眼睛就是眼睛。有人说你没化妆，他眼睛比较开，因为没有化。有哎，我没化妆，其实还蛮多人认不出我是谁。像刚刚我遇到另外一位的经纪人，我们以前明明就合作过，他不知道我是谁耶。我跟他打招呼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就对面跟我打招呼十次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。你真的差好多，对了，我真的差蛮多的。这个差算，而且那个我，你不要穿这件衣服，不搭对不对？现在，因为我越看越不知道你是谁。素哦，哎，外面坐的那个台都比你漂亮。天哪，你好素哦！怎么这样？你好素，比我们工作人员更素。平凡美，你很像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很像我们家楼下幼教那个幼稚园的老师之类的。我要先让那个严凯去化妆，谢谢谢谢。你要恢复成刚才那个照片，要化回原来的样子哦。回到人间了，我好。待会我们那两边边对照，确定是他自己画出来的。他要化成刚的样子，要不要？对对对，会不会播成上下集啊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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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天就够了。他们化妆很快，加油，严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二号了。哇塞，心脏一直跳呢，很刺激，我觉得这样好刺激，很刺激吗？对对对。对，一就是因为已经很不熟了，二出来又看不熟了。到底是化妆还是乔装呢？这样看起来应该照顺序。二号吗？嗯，二号很有名，真的。来，请看看二号的照片。啊，我知道他是谁。那个凭什么嘛？对对对，凭什么解？凭什么解？如果这集播出之后。他会变成真的凭什么？他卸完妆之后，应该就很担心会有人把他的钱要回来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陈小柔的很会讲话。小柔是你吗？是啊，我好紧张，可以不要出去吗？哦，谢谢你啦，真的，我们通告费应该算高吧？这一集我不拿了啦，不要出去好不好？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不急了，我再要转头就走了。来了就赚钱嘛，不要走啦。我想看你本人呢。你不是说只要有钱赚你都愿意吗？好，欢迎二号陈小柔。你要去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哇，真的很紧张哎。坦白讲，我发现你那个杀伤力没了哎。真的吗？你那个锐气就没，其实我觉得没有信心了啦，真的，我真的好紧张。不用拿下来，我已经可以打，我可以打分数。你要不要先打分数吗？我脚超软的。你这样看，只剩下六十分哎。这样只剩下六十分而已，你以为你身高很高吗？我觉得你很帅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我觉得你。凭什么姐卸妆气势消弱？来宾一路追着打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看。看到眼屎了耶，就是紫，有一点东西。欢迎收看麻辣天后宫，那个锐气就没，其实我觉得没有信心了啦，真的，我真的好紧张。不用拿下来，我已经可以打，我可以打分数了。你要不要先打分数吗？我脚超软的。你这样看只剩下六十分哎，攻击这样只剩下六十分而已。你以为身高很高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以为身高很高吗？我本来就不高。你身高也只有六十而已。我们这一集讲脸，不要讲身高。我本来就不高啊，我本来就不高。哎，我觉得你很帅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我觉得你还好。少认花言巧语。少认花言巧语。来宾这个样子。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是乔装的。小柔，我开玩笑。差很多哎，我开玩笑。没关系啦，没事。要现在要讨厌我的人才会红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们给个最真实的。地灯先关掉，好不好？麻烦。要这么浩大的工程吗？灯先关掉，先关一下地灯，好不好？楼上帮我们关一下地灯。好紧张哦，你们不要太过分哦。好，不然我站在这个地方好了，站这个地方好。好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地方 good good， oh my god， that's good。这阵我真的先走啦。一，哎，我先走啦，真的好紧张哦。你一直要冲出去干什么？我是我想随时往那边跑。为什么把肌肉的像丝袜的感觉？脸越来越崩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说陈小柔，你素颜和作为一样大胆，蜡黄的皮肤加上黑眼圈，杀伤力瞬间降低100倍。要大家救救你，应该也没有人会阻止了。凭什么？发出什么声音？凭什么？工作人员为什么发出声音？真的凭什么？你有什么权利发出声音？天哪！超适合像变脸。你靠自己吧你。天哪！我现在靠自己出来赚钱了。快，你可以，你可以爱怎么走怎么走，你看。
不会，我现在走出去也不会有人拦我。每天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每天我是收视率的保证。你想救他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要讲说，我跟你讲，如果现在转台回来，请猜他是谁？我觉得不会有人知道哎，怎么办？他是谁？而且他的肤质有点蜡黄哈，黄了，就是妈妈，就是苦情妈妈。赵伟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什么？在干什么？我今天才发现化妆有多重要，真的。所以之前，哎，我忘了你原来长什么样子。哎，我真的有点吓呆嘞。记得我原来觉得你还有姿色哎。哎，给我化妆品就可以。Party 遇到男生说坏话，对，爆红之后我还是持续的会参加一些 party， 才会喝醉啊，摔成这样。然后但是我都素颜去，然后戴眼镜，然后结果我就拿了酒，脚趾头也好大 Ken 哦。是啊，就是我喝醉就摔伤，然后反正就我还是持续每个礼拜都会去 party， 然后但是我都素颜，然后就做我自己的事，然后就大家就在讨论凭什么姐，然后就从后面走过去，我也不以为，因为太常在路上听到大家在讨论我，你素颜没有认出你是谁，从来没有，你差好多、欸。认出谁吗？我问一下陈小柔，你那个你的脸书上面哦，就是烦你的人有多少人？昨天一些节目播出，因为连续三天都有节目，已经破三万了。破三万，烦新闻的、啊。对，刚刚新闻又有报我了。不要再烦他了啦！你看他长这个样子，真的不该来的，真的。哇靠，很惨哦，这个。但是我觉得你把妆卸掉，你的锐气不见了耶。可是落差比较大，不是人生会有比较多的高潮吗？就是，你开始陷入低潮了。我告诉你，跟我讲，你自己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一期，看这一期，你自己看，看眼睛，眼睛，眼睛，你还有眼屎哎？哪有？勒太紧了，小柔姐啊，你几岁啊？不要告诉你们，好烦呐！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看，我看到眼屎了耶。哪边啦？那是哦，有一点，有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哦，两边都有眼屎，哎呦，哦，有没有？刚刚卸妆没卸干净？另外那边也有哎，这样会不会？这样会不会造成广大网友忧郁症啊？不是，网友开始以前躁郁、心神不宁，没有办法睡觉。哎、为什么我这一趴这么久啊？小柔，吓坏小孩子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明天行天宫爆满，今天之后收金人数爆满，烦你的人会就少了。真的吗？对，然后绝对少，绝对少。烦你可爱啊！烦你的人会来到麻辣天后宫的网站按赞赞赞赞赞。对啊，你们就要踩在我的肩膀上啊！没有，不会，我们在帮你。不会了，而且我觉得放第二棒真的很可怜，因为他卸妆前后真的没有擦。谁？我放在眼台后面真的没有，他完全没有。变正了，变正了！快去坐在旁边，快去坐在旁边！我不要，去呀！好久你还在回啊？快坐在旁边，坐在旁边，快点！你要陈小柔，陈小柔，第二棒快画完了，但是现在比较有人形了，有没有？陈小柔，陈小柔，快点，快点！陈小柔，快点！你敢靠近？脸靠近？可以不要吗？脸靠近。你看差多少哇！啊，好险！我刚有画到一个，画到一个很深。陈小柔，陈小柔，是我都没有睡啊！我打麻将打到早上。帮我个忙，闭上眼睛，然后都不要做动作，麦克风放下来，闭上眼睛。啊，不要笑，都不要任何动作，都不要，不要笑啊！哈，这是仪容吗？这是最后一眼吗？真的有一点像大体耶，你会生气吗？黄了。制作人刚刚还跟我说我素颜很像佩珍哎，这样就侮辱佩珍吧？再一次，闭上眼睛啊，都不要做任何的动作，不要笑哦，不要表情，脸部放松。哎呦，他的气色很不好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呦喂，看起来有一点点瞻仰仪容的感觉。我天哪，你赶快化妆，没有气色，没有气色。可以你敢不敢？陈小柔，你敢不敢？因为你是一个很勇于做自己的人。是，你赶快一整集都不要化妆。我可以啊，可以不要化吗？你敢？我敢啊！我不相信你敢。制作人说不行啊！制作人知道我们不敢啊，我们承受不起这样收视率的成败啊。但是我跟你画一边就好了，你一定要让他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化了妆就开始攻击了，凭什么姐就回来了？哦，你知道吗？就女人的化妆有穿的衣服，什么都回来了，自信心就回来了。对他马上那个所谓那个什么炮啊弹啊，怎么全拿出来了？你们现在刚才在。攻击他，等一下，你看他化完妆会不会攻击你们呢？来，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说不过他啦。没有，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本质是还不错的。你少来，记得他们见风转舵吗？没有，小柔，你怎么那么软弱？是你吧？可以化了，可以化了。好，小柔化妆同时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，你先看三号好不好？三号的照片，三号，完妆，哎呦，哦，这个哟，漂亮。这不是那个谁吗？啊，那个巴西名模那个啊，栗子，对，栗子，不是吧？巴拉圭啊。不是吧？是吗？不是栗子啊，可是身材很好哎，他感觉年纪很小哎，好漂亮，好青春，洋溢，好阳光哦。这个 OK， 这一位应该是 FHM 2011年8月号的 Assess Girl，
哦，好了，我们要欢迎，哎呦，三号这个，哇，嘴好漂亮哦，哇 ，Hello。你好，你是混血儿吗？她好漂亮。我本身很多人都说我是啊，但是我是有那个泰雅族的血统。哦，原住，所以她轮廓很深哎，你照起来我们都觉得轮廓很深。你这样看起来还是漂亮哎，她这样看起来还是漂亮哎。嗯，她眼睛好大哦，好像中东的人的那种感觉哦。对对对，有人说你像栗子吗？超多。因为现在那个历史就是他比较少出来接一些工作，然后有时候他大家都说他可能回去老家休假去了，然后很多人在路上看到我说哎历史回来了，然后就来跟我打伞，小一号要不要合照那签名这样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米甲。对，我没有化妆跟有化妆就是插在那个陈小柔在赶进度是不是？陈小柔你是快速的把底裤赶快穿上，我忘记带粉底液了，然后这粉底液好白哦。OK， 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更像死人。需要见你吗？等我一下。那你先闭上眼睛，不要动。你闭上眼睛，你先闭上眼睛，麦克风放下来。哎，这个节目真的很麻辣哎。够了没有啊？但你们先专，让我专心的画完，我真的要羞辱你们了。你现在知道你是这样画吗？你好像指甲人要进火场。好烦啊你们！我真的奉劝所有的新人不要。真的，再多钱也不要。素颜吓坏人，半斤八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这个节目真的很麻辣哎，够了没有啊？对，你们先专，让我专心的画完，我真的要羞辱你们了。现在才知道我们的节目很麻辣。因为我想说上次来还蛮人，大家人都还蛮好，就是让我畅所欲言，我觉得很开心、啊。我就很好，我回到自己家的感觉。你爱讲什么？现在只是麻烦你把手放下。麦克风放下来，对，然后都不要做表情，闭上。哎呦喂！哎，好，没关系，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。怎么会白成这样子啊？不要笑。哇！对，只剩最冰了。退兵了。退兵了。好坏，退兵中。脸上再撒点水。什么？没有洒水，怎么像退兵呢？那个颜凯已经在睫毛都好了，80%，他睫毛都上去了。对啊，就变了嘛。这里哈，这里光最漂亮，相信我，这里光最好。啊，再快一点更好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那个角膜变色片有拿掉吗？拿掉了，都没有戴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现在女生只要没有瞳孔放大片，如同就是行尸走肉。对。没有灵魂，僵尸裸体，真的裸体。我们曾经有在节目里面有一个女明星拿了角膜放大片之后哭，哭出来哦。她就觉得很，她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改变，但是她就觉得很没有自信。她没有戴就哭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好怪哦。哎，别忘掉喽 ，FHM 的那个 Assess Girl 女郎哦，八月份的 Assess Girl， 加油！哦天哪！哦。很多吗？原住民血统的米甲素颜轮廓依然深邃，但下垂眼角加上暗淡肤质，实在很难和杂志女郎联想在一起，差很多。你啊，干嘛？为什么这么脏？没有尖叫。我觉得你好像生病生很久嘞。对，就是啊，我有时候啊没有化妆的时候，然后我朋友都说，小柔，小柔快看他啦，小柔快看他。看前面，你看前面。我没看到他漂亮。Who are you？ 你谁啊？漂亮的样子。天哪！你看他漂亮的样子长怎样？你刚刚人家明明有给你看，你干嘛不看？我看不到。像栗子，没有神，对。他眼睛整个往下垂。垂。对，而且所以你化妆会为了要把眼睛要往上拉吗？这可怜哦。对对，我会有会稍微哎，玛丽欧就是中间，他说你可怜啊，真的吗？你就看他长什么，你看他长什么样子，你快点。我很可爱。他长什么样子？可是他说你可怜你的 baby， 知道吗？他说你可怜，不是他就是这个地方。你看我虽然丑，可是我看起来我不像生病。你明明就像生病一样，可是你眼睛比较开。你大小眼怎么那么严重啊？对呀。凯文老师，你如果给他分数的话，你会给他几分？59。啊！现在，59啊，现在可以59分啊，没有及格，没有。现在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三位，我们要拍一个《麻辣天后宫》的封面，是，好不好？你会不会用它？哇，那用这样来看，
对，废话，就这样来看，怎么可能？就来了，秀身材，秀身材，秀身材。我会再多看几个人。是吗？还有别的选择？我要那个隐形镜啊，看不到。因为你的眼睛现在是完全无神的，而且你无神，他也看不到，垂的。你无神到是倦容，是垂的。你近视几度？快500。哦，那有时候眼神会没有焦，就会没有精神。我突然发觉到，你的正面真的还蛮好看，但你的侧面鼻子几乎是垂直哎，鼻子很挺哦。你的鼻子跟王少伟好像哦。王少伟，挺鼻子，他鼻子是尖的，很好看啊。对，但是没有，就是他是有一点点男生哎。我们又是进化石，你们要侧面一点，侧面一点，侧面好，来点，你要再侧，你要全侧。对呀、啊，很像，他两个鼻子好像哦。哥，其实我是太阳真的哈，有一点像我表哥了。表哥嘞，真的，我表哥跟他妈妈还蛮像。你不要这样，你讲说、我表哥，他脸好臭。我哪有啦？没有看到，他整个不开心呢。真的吗？我等一下化完妆就开心了啦。真的啊？那你化妆应该很受欢迎吧？就大家都说我是混血儿啊。那不化妆呢？不化妆的时候，大家说我宿就是宿醉，可能两个月了，每天都喝酒，就是不睡觉，一直都喝酒。男生呢？男生说你不化妆。男生说我不化妆，跟你分手吗？是不会啦，但是就是他们会觉得说，比较像是重症病患跟那个对。你的样子像在医院看到的。陈小柔，你的赶进度是坐高铁是不是？我想说快长一点正常的样子啊。哎，你怎么？我可以赶快回到那位置。而且你完全不想理他哎。哎，陈小柔，你越画越像纸扎人了。等等啦。睫毛没有，睫毛我觉得我就刚才被陷害到，那粉底的睫毛还没上的时候，哎，我你不要小看他哦。然后化妆的时候，咪讲。化完妆是不但是一个什么封面女郎哦，她连到 Seven 都有人跟她要电话 ，Really 是不是？对，就有一次我要去 Seven， 然后付账的时候啊，然后店员就看到我，他就说，哎，他就要帮我们那个网乐通，就叫我填一个单子。他说，若你填单子的话，我就请你喝咖啡，这样这么好。对，然后后来呢，我就叫我朋友也过来，然后说，哎，他是我朋友，然后他就一下子我们连续请三杯，哇，然后还说不可以跟别人说。哇，但我都是哪里的 Seven？ 我要说吗？没有关系啊，哪区的？在那个大安区的。大安区的。大安区。天哪！不用担心，大安区大概有300多家，你不用担心。对呀、啊，没关系、啊，快看清楚，你请他喝咖啡，喝三杯就是他，就是带三个来喝咖啡就是他。店员搞不好也不知道是他，看不出来是谁。他在想说，他想说，哎，我曾经就请过一个人喝了三杯，对，不会是他吧？完了，又有一个人忧郁症了，不会吧？完蛋。好，那我可以去化了吗？你要去化妆了，不多聊一聊吗？我跟你讲，摆到中间摆出一个最性感的跨越女郎的 pose， go， pose。牵强，去化妆吧。好牵，这一集我觉得你对我好好哦，没有叫我素颜摆什么 pose。我可以给他再摆吗？好牵强，但你要摆那刚刚那个性感的 pose 吗？我可以在这里让你摆一个性感 pose， 在这里坐在这里。这里啦，这里啦，摆啦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像刚刚那个穿那个比基尼那个性感的 pose。哇。我好牵强哦，干嘛呢？好干哦，好干哦，没有掌声的生活很恐怖哦。对啊，所以你眼睛，你知道你为什么眼睛人家说没有神，是因为你都没有聚焦，因为你可能没有戴那隐形近视。对，看不到谁在哪里。他眉毛也淡，然后他的睫毛也不算浓，所以他全部加上去就会变 another thing。但我觉得，我相信你绝对是里面最年轻的，你不敢说。对哦，你会觉得我几岁？我觉得你好像19。哦，对啊，我刚毕业而已耶。啊，我觉得真的吗？几年前19？你应该是6年前19吧？真的假的？几年前19？对，25。6年前19，25。对，看不出来，其实也算年轻。因为我们家有3个姐妹，然后我最大。我真的不用听，我真的不用听这个。陈小柔看起来最小。陈小柔，你是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那我可以吗？那你跟我讲，你比他大，比他小就好。你我不说了，眉毛更恐怖，比他老哎。你起码准备去修啊！经典的最后一个话啊，你画了眉毛，整个人更恐怖哎。我要把最重要的最后一个话。你眉毛是故意画这样子吗？
等等，就因为我眼妆还蛮浓的。是哦，我眼妆非常浓。眉毛是这样画吗？就这样可以啦。是哦，骗到蛮多钱的。你好像只扎人家进火场。好烦哦你妈！我真的奉劝所有新人不要来先入卸妆，真的，再多钱也不要。而且他们还是想要麻辣是很好的，我刚出道也是一直上麻辣的。让我画完眼线再回来好不好？这是回来没有信心到了一个极致，好要画快一点哦，来请动工哦，咪讲。没办法出哦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四号。是要长什么样子呢？请看，哎，这 OK， 好可爱哦，可爱 ，OK， 好可爱哦。这个我知道是谁，你们有人认得出来的吗？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心情要放在哪一边了。不是逸轩吗？有点像逸轩那个型。谁呀？谁呀？啊，我知道了。赶快！不是我拍过竞选广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他有来上我们一集那个，我认得整形的哦，真的假的？他有整形？有有有有有有哦，有他自己承认啊，因为他提到我才问的 ，sorry sorry， 这个看起来还蛮立体的耶。对啊，你动过当然立体咯。这也是爆红的那个女生其中之一哦。你像工作人员呢，让人哑口无言的精彩卸妆下段揭晓。欢迎收看麻辣天后宫。哎，这 OK， 好可爱哦，可爱 ，OK， 好可爱哦。这个我知道是谁，你们有人认得出来的吗？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心情要放在哪一边了。不是逸轩吗？他有来上我们一集那个，我认得整形的哦，真的假的？他有整形？有有有有有有啊！有他自己承认啊，因为他提到我才问的。Sorry Sorry， 他真的很漂亮啊，看一下，真的很漂亮。好了，我们要欢迎四号，欢迎四号。奇怪，一没上妆，所有女生都惊慌失措。你也是高脸，走出来就这样，好像无头苍蝇哎。无魂无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你有，这算是第一次挑战卸妆上节目吗？嗯，这个是第二次了。第二次，对。那大家对你的评价是怎么样？嗯，目前还不知道。不过那个我的粉丝是说还不错，就是没有什么落差。哦，你这个。你这没有化妆，你这眼这双眼皮是割的吗？嗯，我有调整过大小眼，所以看起来就很明显哦，那个线。对，对啊，但是看起来还蛮立体的耶。对啊，有动过当然立体咯。我喜欢他们的爽朗，很勇敢，很勇敢，但勇敢又爽朗，很棒，真的很棒，超喜欢你的，我也很喜欢那个小柔，你看。我们要整形哦，干嘛这样？看得出来啊！不是网友都是说我鼻子是垫的，下巴是垫的，双眼皮是割的。但如果没有你今天这一集之后，没有人再怀疑你这个问题，你回不去了。你讲在笑什么？你怎么开心？因为我觉得，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上别的那个通告的那个，他讲的话是说，是男生都会给你钱，是不是？我实在想不透怎么会，因为其实现在连你都生气，老实说你是反他的。其实我还蛮欣赏他个性的啦。你在私底下是不是反他的那个其中一员？有去按赞吗？三万多个人，是不是你是其中一个人？我没有按，但是我觉得我佩服他。你觉得他叫凭什么姐？这名字取得好不好？凭什么姐？其实就已经等于鲶鱼哥跟那个侯祖杰了。好了，陈永勋小姐非常正点的美女，平常以前有戴那个瞳孔放大片吗？我平常都会戴啊，都会戴，今天有拿掉哈。现在拿掉了。我们公，我们这很公平，要公平。我们规定要公平，一定要拿掉。真的。哎，待会你们该放上去就可以放上去哦，通过放大片可以放上去哦，哈，好，加油哦，哈，来了，我看你的素颜，还深呼吸，第一根，哦，哦，第二根，舔舌妹陈永勋即将揭开他素颜的面纱，差最少的，这也是爆红的那个女生其中之一哦 ，Danny。素颜的陈永勋肤质状况不甚良好，加上明显黑眼圈，光彩度明显下降哦。哇，他算是有，你像工作人员呢？还是要化妆，还是要化妆，因为可是还是你眼睛有大小哎。哦 ，sorry， 好明显哦，你眼睛大小。sorry， 我对，是调过来大小。什么叫调过？我只想去调大小眼。什么叫调大小眼？就是调提眼肌的肌肉。
你有调这只吗？哎，哪一只？这只，这只你调了吗？对，没有上去，没有上，没有神呢。哎，哦，你调的，我知道。哦，这样子比较好一点，不是比较好上妆啊？用力，不是不是。我前一阵子有听到一个新闻，听说有一个不用，你看前面哈，不用戴瞳孔放大片，调整你的瞳孔，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就是把你的瞳孔这样整个放出来。Yes。我给你看以前的照片好不好？我给你看一下，来来，陈友勋以前的照片，请看。可是我觉得以前很可爱，但是比较没那么立体。以前很，可是以前好就很可爱。这是同一个人，对。那以前那样你会喜欢我吗？以前跟现在的话，你会喜欢哪一个？你会想要跟我马里奥就是以前会做好朋友，就是好朋友而已。你生气了吗？生气，生气了。可是很可爱，就是你跟他讲。你真的会？你要挑选那个照片，左边的很可爱啊，对啊，同一个啦。对，可是左边这样戴帽子很可爱啊，很阳光啊。是说帽子可爱吗？不会想要当女朋友啊。对啊。那他呢？现在呢？现在这样也不会。可是我说真的，金姐，可是像谢庄，我说真的也不会啊。谢庄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其实看不太清楚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这样会看到。哎呦，还是不要化妆。对呀，你看，虽然有一点差别，但是他已经进步很多了。但是你现在就是，说实话，就眼睛有点大小。对，有一点点大跟小。我觉得以前照片看起来还没有那么严重大小，现在看起来比较严重哎。你看你看那边，你的大小眼跟玛丽欧好像哦。我不想跟他像。玛丽欧，你再看一下你眼睛，你不用装，你不用装。你好像中风了。你是以前被人家猫过的？把眼睛张开的，你不用装的，正常正常一点。有啦，一点点的，其实每个都有一点点的。听说你现在那个，美丽到警察不会开你的单子啊？就是没化妆的时候，如果就是他会开，会开。没化妆的时候会开差那么多，有化妆就不会开，是不是？对，有化妆的时候他就会说啊，下次小心一点。真的吗？耐一下，真的。就你曾经就是化妆没化妆被抓到，对。那没有化妆，他就讲说啊，小心一点这样。对，然后他还说那个你可以留电话号码吗？啊，公器私用。对，警察，你有留吗？不行，当然是没有。我干嘛留给他？你就留，我都留了。他放你走哎，因为太多警察都这样啦。你一定要留，你一定有案底。对，因为我是酒驾，没有了。他爸要出事找不到你了。对啊，但你眼睛真的很漂亮。那我反而要看看你化起妆来，那个眼睛那个调整的功力，好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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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化妆了，是不是都化妆了？妙妙就对啊，差很多。小柔，你为什么花那么久的时间？我要看小柔画。小柔不用画了，小柔你最美了。我在宿醉，很想吐。我在宿醉，很想吐。你还在宿醉？对。你这样红了还会去喝酒啊？有没有化妆？没有，不化妆。所以跌倒也没人。他眼镜已经戴上去了耶。对。谁的？瞳孔放大片，角膜变色片已经一直放上去了哦。现在应该没那么可怕了。可是他刚刚卸妆，印象让我太深了。我现在还是觉得还停留在刚刚那个样子。还是就算化妆，还是可以看到他没有化妆。睫毛要来喽，睫毛来喽。你是一副还两副？对了，刚刚就没有睫毛。一副而已。刚刚就是因为没有睫毛了，所以我现在手好抖。而且他睫毛是超级浓的款式。对呀，你超级浓哎。严凯，你没有，你有化妆是有给你带。Kevin 老师，他有什么需要改的吗？哦，你看他眼睛，你看眼镜来了，眼镜来了。哦，你看。哦，这单边的，可是戴的眼，你现在开始有信心了吗？那么大一片，好像狼腮，还没有信心，还没有做到什么程度才有信心？我还要下睫毛才有信心。素颜丑妹大变身，结果将会如何？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眼镜来了，眼镜来了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这单边的，可是戴的眼，你现在开始有信心了吗？那么大一片，好像。狼腮还没有信心，还没有做到什么程度才有信心？我还要下睫毛才有信心，我还要下睫毛，还要下睫毛。你弄最好弄得跟海胆一样，没关系。凯文老师，你看那个严凯的妆如何？严凯其实很漂亮哎，对啊，他已经变得整个漂亮，而且他画完他的眼睛有变集中，刚刚哦，他眼睛把他拉中间了，对。你画集中的原因是怎么做的？我比较强调眼线，然后拉长，它就感觉比较长一点，然后就会有
比较眼睛比较立的感觉，立体就会比较集中。对，而且我没有打鼻影，就这样子，你不觉得轮廓变深吗？对你不会那么平，你的脸跑出来了耶。对，但我没有打鼻影啊，不像肉包子被戳一下。对啊，我鼻影没有打。严凯，你平常心讲，你有没有觉得你来对机了？就看到其他的参赛者，你会比较有信心一点。觉得制作单位好仁慈哦，对我好好哦。那其他在这里面不化妆，你觉得谁最落差最大？差最多，不要害怕，勇敢的说出来。我其实觉得是那个那个几号？三号哎，没讲没讲，对，嗨。米讲是美丽耶，小美的意思。她五官很漂亮，但是的确是肤色比较暗，比较吃亏，就是黑眼。我刚刚就是一开始下来的时候，马上补黑眼圈。但皮肤真的超好的。对呀，你看起来很年轻。那你觉得米讲陈小柔还比米讲好？陈小柔这不怕她骂你，还是因为你害怕她骂你？你不要怕。对，我有点紧张。不要这样子，我私底下人应该蛮好的，我刚应该也没有惹你啊。但我没有化妆，真的差很多。我跟你说一件事，你可以到前面，你到前面去，你就大方的到前面秀一下。哇，你现在都不需要人家带，不用，你直接走到镜头前，快点，有自信，走到最前面，走到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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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哦，他走路就会动了啦。哇，女生一定要化妆，一化妆，整个人的气势跟自信就出来了，漂亮啊！你们真的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女生没有化妆，刚刚你的样子就像小偷。对啊，你们刚才都出来都扭扭捏捏的，一个神色慌张这样，然后这样一直不敢看前面。一有化妆，她连转身那个头发都有戏，还会飞，都会飘哎，真的哦，差太多了。而且我没有化妆差多少，你知道吗？我跟我爸有一次啊，我下工然后做完秀在客厅，我家是一楼啊，因为我家我妈比较那个敦亲睦邻，然后所以邻居经过啊都非常守望相助，这样都会进来看看聊聊天这样。然后啊，我跟我爸坐在客厅哦看电视，然后当下我只有我跟我爸两个人在家，然后我妈就去买菜什么，邻居经过看到我跟我爸坐在客厅，打电话跟我妈打小报告说你爸爸带了一个年轻妹妹回家，不知道是谁这样。而且这个邻居从小看我长大，真的，他就认不出我是谁。被看成小三，真的没化妆的他认不出来，怎么会这么认不出来？我自己有点吓到哎，是从小看我长大，匪夷所思，对不对？匪夷所思，化了妆的整个人的神采，而且最性感的 pose。你看现在讲话好多，现在讲话都自己吗？现在讲话都非常的顺了，刚刚讲话都然后 K K 的。感觉灵魂被抽掉了，感觉现在把睫毛撕掉，哇！睫毛，睫毛撕掉，睫毛撕掉，看他干嘛？在放电。睫毛我还 OK， 但是眼线比较严重。你好了吗？我可以，但是我平常有粘下睫毛，但我现在手真的好抖。没有关系，加油。那要粘吗？粘，要粘，粘啊，粘啊，粘啊！哇，那你跟那个谁一样啊？你跟 Cindy Crawford 一样哎。他是谁？啊？你看他构图了吧？他是谁？他是美国超级名模，真的。对呀，我很少看电视。他说只要我化妆，我一定要收$10,000。哇，$10,000哦！可我这样说，网友都生气。对他以前他说，我只要起床化妆，我就要收$10,000。你跟他一样哎。我没有那么贵啊。OK， 来喽。哎，米酱好了吗？你要放低。米酱擦好多。米酱是不是好？好漂亮。好，你们变化哦，你们变化。好，化完妆了。精彩的来了，这才是人生啊！他算化妆还是乔装？他算是化妆，算化妆，是化妆哎。对，谢谢。那你们今天要选一个是你们认为是乔装的哦，一个一个看哦，岂不是要得罪人是吗？你们从觉得这三个谁应该是化妆？化妆，我程度最低的先看起。那个米酱，米酱，橘色的米酱，米酱，对。好，数到三，米酱转身，好不好？走秀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，好有戏，不一样啊！你连转身都有戏了，你我天哪，你真的差好多嘞！哇，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他们两个的程度谁比较厉害？厉害的话是米奖变得比较多，因为他的落差稍微大一点。对，是这边对不对？对，眼睛、眼神，而且，从你化完妆之后，你就比较会对着镜头这样。对，因为他看得到了。那之前就会这样。对，而且你没有跨脖，你没有并容了，就是不知道躲什么躲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有两个，接下来是重头戏了，一个是舔神妹，一个是凭什么姐？舔神妹，舔神妹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认为陈小柔是乔装。其实
金姐也不是说乔装，可是她就是变化太大，而且她整个化妆过程都太曲折离奇了，真的，历经了生离死别，充满着七曲七曲坎坷，坎坷，崎岖坎坷，崎岖生离死别，我真的被吓到了，说得来啦，我真的被吓到了，好了，数到三，那个永勋转身走秀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。整回来了耶，他像射箭那女主角叫什么？汤唯。汤唯刚刚转身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有点像，就是变汤唯了耶，进化。我看你眼睛，有调回来了，看前面像一半的时候，对，有哎，有调的比较好啦。而且永勋刚才自己讲说，他慢慢的把他原本有整的地方都拆掉了。是，他说他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有整下巴嘛，那这一集的时候，他说他把整个下巴拿掉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把下巴拿掉了？那是租的，是吧？因为我觉得租的要还，租约，租约到期，租约到期，租约到期是吧？租约到期，租约可以这样吗？我也去装一下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拿掉？因为我的个子比较小只，然后。我那时候觉得妆的时候脸的脸型很长，感觉好像那个身高要175公分以上。哦，比例哦，是高高脸的脸型就对了。这样就还蛮漂亮，真的还蛮漂亮的耶，其实代表你原来的条件就很好啊。矫正过后，你什么时候把鼻子拿掉？我鼻子不想拿耶。啊，胸部呢？胸部就火化了以后，它就没了吧？火化了，什么什么东西火化还有？除了珠子以外，哎，那妆化的好不好？算还不错，画的好，还不错，画的好。但是他的眼睛还是有一个地，有一点没有调回来。是，对。而且金姐，那怎么调啊？他有像一个人，凯文哥说有像一个人，像谁？他侧面有像锦华，杨锦华。哦，杨锦华有有像，很漂亮哦。对，他肤质吧调一调，他真的蛮漂亮的耶。是，对，美女。哎，他眼睛真的要需要调一调，再调调眼睛。好了，最后一位，他已经有点忧郁。凭什么姐？可以叫崎岖。他刚一直跟我们讲说他喝醉酒了，要回魂了吗？回魂了，回魂了吗？要，好难过。大家可以八字不顺便走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陈小荣。耶，也是有变了，一化妆都变了。夜店咖的就是这样。哇哦，陈小龙，你真的换了一个人呢。对，我心里刚才那一位那个小姐到底去哪里了？我觉得现场怎么人好像越来越多的感觉，就刚刚都被我吓跑了吗？对啊，人越来越多哎，你知道好多哦。刚谁攻击你呢？我承认我是乔装啊，对，因为走在这样走在路上就素颜就不会被打，但是。好像大家都已经看到素颜，是你去扣这工，我妆卸了之后，没有人知道我是凭什么姐，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案子过吗？我真的没有化妆，后助姐是这样子啊。对，我说她也有吗？因为我真的没有化妆去买寿司啊，寿司都超贵，就随便买就1200，结果化妆去买啊。他算一算之后，他说是1200啊，但是算你350就好。什么1200？化了妆，因为昨天的寿司。因为我每天没有，我每天都买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买回家给大家吃。你每天吃1200的寿司啊？对啊，我就买给家里的人吃。你养全家，你不是天哪三批吗？对，就是大家一起吃啊！我就下班啊，三间房子，对，就是对，就是三对啦。对，回家的人就会买东西给大家吃，然后我每次都买1200的寿司，然后那一天老板算一算之后，他说跟你讲算你350就好。我心里想说，我每天来买，你也没算过我350啊，因为每天你们刚才讲说为什么今天特别好？那天刚好是有上通告，然后收工去买，就我心情也蛮好的这样子。然后没想到老板心情更好，说真的算你300。我想说我买了十几次，老板从来没有算过我便宜，那种1210他也坚持要收1210，就是10块。你也知道1210了这样子，我就跟老板说老板1200啦，然后他就说不行，哎呦，不化妆连10块都不省啊。很难过，后来我就想说，其实这样子也蛮划算，所以后来我想到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有化妆的时候再去买，因为真的差太多钱，很省钱。然后哎，那最后你们要开始给我重组了，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，来差异最大的第四名是谁？应该是严凯，严凯，严凯没差的。到第四名，好，第三名谁？就是米奖。好，永勋跟好。第三名在这里，对，第三名。好，冠军，小龙，冠军小龙。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恭喜乔装成功，真是凭什么姐？变脸大了，因为你的过程太崎岖了。而且你要跟那个所有的讲一下，希望不要大家不要跟你吹糖了。对啊，然后
就是大家可以去收金啊，虽然鬼门已经关了，对不起大家，谢谢。虽然很恐怖，但是节目很好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祝大家永远美丽哦，拜拜。